说以后绝对不会再留恋我，我也不该期待什么。从今以后绝对不会来探访我，绝对不会写信给我，也许这是我们唯一而最后的承诺。是真的吗？那些经过是真的吗？这样结果，我曾否亲吻过你那温柔的轮廓？是真的吗？你不爱我，是不是一遇就到我最华丽的泡沫？是你太喜欢寂寞，还是感情经不起折磨？再见以后是天长地久的沉默。是真的吗？那些经过是真的吗？这样结果，我曾否亲吻过你那温柔的轮廓？泡沫是你太喜欢寂寞，还是感情